据29日晚，邓紫棋晒出一组出海的照片，并附文称礼拜日家庭日，太开心，争取唯一一个在港的下午，太开心带妈妈出海，因为妈妈可以帮我涂防晒，哈哈哈。原来邓紫棋争取了一个下午的假期，并陪妈妈出海游玩。照片中妈妈用食指托着下巴，散发出少女的娇羞，和粉嫩的邓紫棋同框，丝毫不输，完全是一对姐妹花。而邓紫棋的整体打扮也走性感风，一套抹胸连体衣，露出肩膀锁骨，白嫩的皮肤曝光在阳光下，邓紫棋还晒了一张背影杀，蓝天白云和大海，坐在游艇上的邓紫棋，还有邓紫棋露出的后背，性感无比。前不久邓紫棋微博晒出一组与猫咪的合影，配文最近把身边的猫猫狗狗还有远在内蒙的马牛羊都招惹了一遍，哈哈，这是超龄的猫，它叫芝麻。邓紫棋微博评论澄清与吴亦凡冲突，表示道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需要真正的帮助，我们还在意黑不黑这个问题吗？更何况也就只是因为大多音乐节目后期都会修音剪辑，其实我们都明白节目效果这四个字，所以真的不用太担心。